彼得的技术跟特色送到高雄市来推销它。第九年新的意思推动大业，不得高雄最贵的杂在成立了，来到推动市无水器处理厂又发起替代工厂用的初步估算基金吞的7000吨。不过附近的一居民是对去年起始溜溜修修来抗议，人民币在天的天下水基金速度带炸在省代表的污染，彼得会解决民众的怪言，推动县政府就出面的在天下水我来检查水质，也很因此不敢在天居民来添设此类水管线。不过也一报告在天民众有开始抗议的，人民币天下水速度污染的问题没解决，也无设此类水管线，也一报告无水厂又开始囤大杂物，居民食材都唔掉味。每天都是一样的水。用的是过两年的地下水，自去年起始开始恶作，居民都当歉，因为主要原因就是从高雄运转来大杂产生垃圾，做附近的恶作水处理厂氯化器工厂的体积造成的污染。去年反映过后，台东县政府设立天天数居民来装自来水，也是无声无息，居民抢着在买水来食。囤好了，无啊，无迄个代志啊。啊，所以即摆要搁囤，我一定抗议的。那水遐个红啊，垃圾的自来水，安尼讲遐久嘛是无啊。台东县环保局三拿出去年代底附近的师傅做的地下水检测报告，因为当天的地下水全部合乎监测的标准，新的地下水产业标囤下一个后，会持续监控地下水水质。一楼自来水公司大厦已经完成当天自来水主管线的工厂，民众只要申请密切接管，最近两年处处有自来水做的用。以现政府是基于协助的立场，从主干网接到这一个用户的家里面的时候，这个部分的费用。可能就是要由用户来自己来提出这个申请。对呀，当天居民都唔甘热，因为不应该负担部分自来水管线的接管费。县政府杀强调，在成立标控查唔系临撇杀死，也系全台各县市都冇任何嘅补偿回馈机制，无法补出当天居民接管的部分负担。下个新闻陈启明台东报道。